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在正常的运作，中国驻阿大使和使馆人员仍然在坚守岗位履行职责，大部分在阿的中国公民呢已经在使馆的安排下先期回国，现在还有一些自愿留下的零星人员，中国驻阿使馆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目前他们都是安全的。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将继续密切地关注阿的局势发展，为每一位在阿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。